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如这个图的电路中了哈，理想电池的电动式是十伏特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看 A 选项，流经两欧姆的电流是五安培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就看哈，这两端了哈，它是十伏特，这个呢总共是五欧姆，所以它电流哈。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十伏特，除以呢，电阻是五欧姆，所以是两安培啊。哦，流进来的哈，这是两安培。啊，这个是几安培啊？这就是十嘛，啊除以十，这是一安培啊。所以这里的话应该是三安培。哦，二加一是三的哦。啊，再我们看呢 B 选项。流经三欧姆，流经三欧姆的跟流经两欧姆的是一样的，都是两安培啊。他说一般安培，这也是错的，这两个都是错的。好，再我们看呢 C 选项，流经十欧姆的，十欧姆的是一安培啊，所以这也是错的。他说三安培。D 选项啊，这个两欧姆的电阻的端电压的话呢是四伏特。好，那这两安培嘛，所以这端电压多少？端电压的话呢，就是二乘二嘛，电流 V 等于 IR 嘛，就是二乘二等于四欧，四伏特，这是对的。我D选项是对的。再我们看E选项 ，E 选项他说拆以十欧姆电阻，把这拆掉了，就剩下这个。把这拆掉的话，这里就剩下两安培了。哦，如果这是拆掉的话。则两欧姆电阻的端电压，两欧姆的电阻的端电压还是什么？还是四伏特的，哦，因为电流没有变嘛。他说是八伏特，这是错的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D。